Hello 各位，我今次翻到嚟呢个嘅721版本，咁我哋而家就要捉嘅就系皮皮啦。咁皮皮都系喺呢个流星嘅洞穴入面，咁我上次又撞唔到啦，唔知点解。咁我哋而家应该撞到啦，咁而家撞咗啦，咁而家链住佢，然后捉啦。你先请，好，咁我哋仲争最后一只啫，就系夜黑魔人啦，即系夜巨人啊，皮皮 ，OK， 咦有妖精系喎。我哋而家要做咩咯？我唔记得咗添。而家第六个道馆啊，喺雷道馆嗰度穿过去啊，要咁应该都一段时间噶啦。咁我哋转头翻嚟啦，月石翻到嚟呢个嘅雷道馆啦。咁头先咧就唔记得咗讲咧，喺呢个嘅流星洞穴入面咧系非常之多劲嘢嘅，所有龙嗰度起码有两只龙系啦，同埋一只嘅班格拉喺嗰边，游基拉啊，唔系班格拉。好啦。咁首先我哋而家就将皮皮升一升咧先啦，系啦。然后齿轮呢一个迟啲再升啦，咁升个皮皮先啦，用潮不避打应该 OK 嘅，或者用咁嘅战咁嘅阵型打双打啦。OK， 14咧应该搞得掂嘅。齿轮呢个嘅齿轮飞盘啊，我可以打几下喎？呢个好似系特有技嚟嘛？如果冇记错嘅话，我又系争少少死了。好，再炸得啦！龙之龙气息啊，头先话系懒人翁，好搞掂。礼物传递 ，use a pass hold item to the target， 俾个道具俾个目标，好似系 hold the target。哦，这个好像是先制，不知道给他出技之类，即是垃圾技，我没记错的话。没记错这招是垃圾技的。反而跟我来这招在双打到都有用的。是用来引晒对方的攻击去晒自己身上到。来啦。音乐震撼你的灵魂。隔技啦又要。OK。孤溜溜都是要用格斗技啦，雀仔又是岩石技，好，海鸥这个好像是鲤鱼王的，之前来说现在就不是了，变了铁甲背的，哇，有些难打的，这只都其实应该用雷打是吧，没记错突防好像低一点，是啦，我用错咗一路，诶，大唔嚟啦，哈拉克罗斯，咁咪暂时要换重啊，如果唔系死硬噶啦。阳弓，阳弓嘅话就系破保护嘅一招技能，咁就系用30威力嘅啫。金属，好，转金属怪出嚟用下啦。比鸟，意念头锤。纯咩吹飞，魅力之音防护嗰先啦，羽毛帽，好搞掂啊！大嘴鸟，咁应该系嗰只嘅猎雀啦嘛，定魔雀啦嗰啲叫，咁换翻换乔一鼻啦，哇！系好在顶得住啫，嗰、那个电光石火，喂唔系话咁都死咗，唔紧要啊。试下呢招技先，我都未用过呢招。Nothing for now， 乜都冇用喎，话好似。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就系加防嘅，呢、這、一个就系将双方嘅攻击咧都打落自己身上。礼物传递呢个都冇用噶啦，试下用下啲咩愿望啦，大冲压。好，打两下就呢个嘅齿轮，睇嚟系。齿轮睇先，系啦，50威力85啊，咁即系100威力85命中咁啦。好啦，我哋要转翻做劲重出嚟啦，如果唔系会唔够打呢度。变色龙，唔知呢一个系咪有嗰、那个嘅咩属性啊？变化自如嗰个特性啊，即系话佢出咩技就会变做嗰个嘅特嗰、那个属性咧，嗰、那个就系神技嚟嘅。因为我记得变色龙嗰个蒙特性就系有呢一个特性嘅，
咁呢个特性就係夹破隐蛙嘅神特性啦，呢、這个。咁就係用咬啦呢度。唔係超能力嘅呢度。所以呢嗰隻嘅夹破隐蛙係变係超劲啦，如果喺 Wi-Fi 上用嘅话。水啊，用错技啲冇有，係咁撳错技喎。嚟啦。我哋避过晒佢哋啦。好，打呢个啦。咦，呢个都睇我唔到啊，好我都。咁之后我哋就要入呢个天气研究所去救人啦。我哋瞓个觉先啦。係啦，我记得瞓个觉。之前成日都呢傻更更咁喺 PC 度慢慢存啲重入去之后存返出嚟。咁咪回到血嘅。咁所以我係咁用存嚟存去嘅一开头。咁之后发觉呢隔篱有张床原来可以瞓嘅。係白痴咗原来係。呢度系咪三打？咦，唔系喎。好，而家计咁样打，双打嘅话，两隻防虫，不过两隻都怕怕地水咁滞。乔巴比好似系怕水嘅，齿轮就唔怕水。呢度电击打呢隻雀，系嘛？电击打隻雀之后岩崩系啦，装空作势。咩人混乱咗？好，搞掂。呢个沙风暴喎，呢个可能要学，但系我冇技，咁唔学啦，唯有。海龟再用电击电佢啦，呢度全部电击啊！喂，唔痛喎、啊。储电光速会唔会好啲？储电光速好似系加特工嘅，所以咧个光速系几有用嘅。呢只系咪地面系呢？恶同埋地面啊，如果冇记错，咁就用降系打啦，呢度用格技打啦，唔得，我点解唔见咗一只啊？潜乜鼻头先，消失咗。章鱼，咁就系电击啦，一定系用电打啦，电磁波。喂，一嘢射死咗佢个咩章鱼炮，电击。之后用铁头啦，唔入，入唔到肉。皮皮，魅力之音，魅力之音同埋意念头锤啦。好，搞掂，出回个血先。哎呀，我唔记得咗呢个未打，唔紧要啦，好快打赢嘅呢个。月亮攻击呢、這个劲啊，呢、這个系月爆啊，系超劲嘅一招技呢招。好好多啦，就系超人力啦。搞掂啦，之后应该仲争三场就搞掂啦。OK， 多利米亚呢隻嘢系唔可以用物防物攻打，因为佢系将物理攻击半减伤害嘅特性嚟嘅，咁所以一定要用特攻技打啦。咁但系我系打唔入嘅，减咗佢特防，原来唔系加自己特攻，系减佢特防。但系我都要换重喺度，换百眼怪啦。之后神通力 ，OK， 只要用特攻打冇问题噶呢度，咬佢，咬佢，超能力，咬掂。我直接打埋啦，应该赢到嘅。大狼犬转做猛怪啦，冲浪，哇！系佢一下打唔死，哎，用错技添我都。好啦，臭泥就系超能力啦，大剂啦，缩细，好在都打得中啫。呢隻系超草毒啊嘛，系啦草毒，之后下指挥弓咁啊，是但一招技 random 技，咁我哋掉走招防卫卷啦。其实呢啲加得一级嘅能力值咧，基本上咧系冇咩作用嘅。去到后期嘅话，即系后期嘅意思系去到大约打咗五个道馆啊，六个道馆以上开始咧，嗰招技应该冇乜作用啦，除非系加两级嗰啲就有用啦。大剂我呢度咬啦，
都咬得死喎。轻飘飘咁就一定系咬啦，呢只鬼系嚟嘅。同埋女红色咧系女仔咁解，如果冇记错。我唔需要呢只嘢喎。红色就系解女仔嘅嗰个水母啊。其实嗰只水母我有练嘅，我嗰只系蓝色嘅，系几劲嘅。好，又嚟打啊呢度。咁正常嚟讲都唔会赢到我啦，一月电落去，电击，好似唔系好痛喎、啊。佢打人虽然得廿，有五呢嘅差距。小日月，潮北避灵反卦啦，咬佢，再咬，豆粒菇超人力啦。小火马咁就系冲浪啦，无限能量，咁就系会增加呢个防御同埋突防嘅神秘力量。呢啲咧就有用啦，因为加伤防嘅技能嚟嘅。咁暂时我哋可以掉咗跟我来啦，因为跟我来唔系打伤打都冇用嘅。咁我预计呢一个改版应该唔会有好多伤打啦，除咗第八个道馆、第七个道馆啊。第七个道馆是双打的飞行技，好、哦、又是呢条友啊，好我唔打你嗰度啊，直接行过啦。之后就要去搵阿大吴攞个镜片去睇蜥蜴龙啊，咪蜥蜴龙嗰只嘅变色龙啊，变。其实我呢只嘢系咪好废啊？加攻击减防御，同伴正电特色，特攻提升。咁但系而家得32喎，唔系即系咁废啦咁。转潮北鼻先，放电，潮北鼻劲过佢喎。爱心鱼啊，话呢条好似治疗波动系帮我回血噶，好似岩崩，哇太阳喎，哇仲要死咗图佢，黑咗个图，搞掂。好，但系条喺度，滑头小子。呢度啊 ，OK， 绑住你，咦呢只系梦特性啦，治呢个嘅变化治愈嘅特性啊，咁佢用岩技咁打我咧，佢自己都会变岩技嘅，咁所以我而家系冇技打佢啦，咁所以一定要用钢技打啦，钢技就用铁头功啦，冇错咁就要即刻死啦。虽然咧系几劲嘅特性，但如果你用得唔恰当咧，亦都会好快俾人利用嘅呢一样嘢。又或者你俾人估到你会出咩技，咁、那个对手喺你出完技之后杀咗你，咁都有呢啲情况嘅。咁所以系要好熟悉咁用啦，唔可以用死一招啦。OK， 搞掂。飞行道馆喺嗰度，睇下先呢度点啊？咁样，我喺呢度要即刻打双打咯。唔使咁样咪过到咯，之后就咁样过，系啦，呢度要耍双打我都系，我唔记得掉咗只泡泡，点解唔紧要啦，都应该唔会用得上佢，我觉得嚟啦，双打战，有只雀仔啊，哇，减咗双攻佢，咁啊大剂啦，减咗双攻，岩崩，应该打唔系好入佢哋噶。减咗伤攻嘅话，强攻 ，OK， 咁都争一下，好打死只先，顺势了，都系用铁头打啦，呢度岩笔，哇下马威啊，绝版怪啦，神通力之后呢度放电啦。呢只嘢好似系，好似系钻石噶嘛？如果冇记错嘅话，我搞掂啦！协助力量，呢个系咩嚟噶？使用者攻击嘅时候咧，会唔知咩力量，唔知咩啦，咁应该唔会用嘅。跟住然后先去回去先啦，唔会我惊打唔赢。佢呢度开始我唔系好够力打，
因为我呢一队咧系冇嘢可以黑到呢个飞人系，暂时嚟讲，就算有雷技，嗰招雷技咧都唔系话好痛，因为嗰招潮不避嗰个雷技咧系冇术收嘅，咁所以咧佢系攻击力唔算好大，打人亦都唔会好痛啦，当然。睇下先呢度咁样。诶，错咗呢度要咁样先，要咁样啦，一定要打咗呢条友先啦，打住你，打你，再打，哇争一下我，唔紧要，用潮不避咯，放电，好啊，之后咁样转转转转转 ，OK， 嚟到啦。管主，咁我哋一开头就用啲废虫先啦，用皮皮先一开头，用皮皮睇下佢咩料先。好，我喺呢个拿旗啊，喺呢个管主，干料一嚟就已经系无限能量先啦。哇，技都出唔到。冲浪啦，我搞掂44咧，高音啊。Wave 2， 但我冇技可以用喎，而家暂时嚟讲，不过其实可以掉走招噪音去嘅，好少用啊！啲招噪音已经，咁换走招噪音先啦。蛙头头高音，哇！装空作势，高音再嚟食药，哇几好喎、啊！居然唔晕喎，呢只白金怪咬佢。系喎，真系冇晕过，几犀利喎都真系。冲浪，我又系应该又系用呢只打赢噶啦。高音，龙母，棉花防御，威吓啊！咁用特工咪得咯，我用高音啦，再用高音其实会劲少少嘅，因为我系普通系用普通技，自然会高攻少少嘅。搞掂啦。可能用呢隻可能打得赢晒全部咁滞嘅，呢隻其实都几劲喎，我发现打呢个罐打呢个道馆啊，唔太差咯，可以话系。今次我哋就要尽快去捉呢个夜巨人啦，即刻掉走你先啦，你咁嘅咩天气话话，好，挖头小子。秃鹰小子呢只我有练嘅，呢只我系练嚟做呢个干扰虫啊！我有几只干扰虫嘅，其实呢一只其中一只啦，仲有只系锁匙嗰只，锁匙嗰只咧真系 X Y 神虫嚟嘅嗰只，可惜冇得走啊呢度，因为佢一嚟减咗我攻击力已经好大镬，其实我又叫翻我出嚟，再出去啦，潮不避，放电，搞掂。好啦，哇，好多啊，好多嘢打喎呢度，我见到，诶呢度有条路可以行。无头小鹰呢个系勇士鹰，其实我冇记错系几高攻嘅呢只雀仔。哇，走唔甩，走唔甩。奇异光线，喂，俾我走啦好嘛？我换翻做白眼怪先，或者变翻做潮不避。如果唔系咧？我唔使走啊，打啦嗰啲野生嘅精灵，电磁波先啦嚟，哇，种子爆弹我用，岩崩，假指控，唔俾我用同一招啊嘛，放电，哇，系争少少死噶啦，岩崩多下，哇，自己又食药，咁我转重啦，唯有神通力。爆香喉、爆响喉、冷水喉呢三只嘢其实好得意啊，个名系译音方面亦都好得意。好嚟啦，之后呢度跳落去过去呢度，呢度应该又有一大堆人要打啦。唉，咁都俾你睇到，你四眼仔啊，放电，电死，咁都争一下。咬佢啦呢度。该该虫小嘴
呢两只嘢系劲嘢嚟嘅，其中一只劲啦，有只就麻麻地嘅，系专攻速度嘅。咁我谂速度嘅变化型啦，玩好。咁我哋今集去到呢度先啦，咁下集就去捉埋夜巨人翻嚟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